我叫翟旭龙，来自陕西西安。张小倩心花怒放的，我现在有点害羞。是不是今天就到了送别小倩的时候？来看，我猜就是小倩。等了七个月，等来了一个西安的。一号刘邓愿意跟你走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是觉得一个人走吧。我怀疑我自己没有吸引力。没有关系，我觉得不要着急。你这个精神还是要鼓励的。没事，就有更好的在后面等我。他现在就进入了愈挫愈勇的这个模式。你的情感为什么会如此的漂泊不定？没有，就总共13位女朋友。你当时有两个女朋友，你对她们都很爱，你现在要求女生对你专一，你凭什么？我们不赞同，不欣赏，不鼓励这种行为。本周六晚9:10，海天黄豆酱《非诚勿扰》，敬请期待。